西僧西僧自西域来，一赴五台，一着西泰山，其肤色颜貌，俱与中国殊异。自言立火焰山，山重重，起喧腾若炉灶。翻行碧雨雨后，心凝目注，轻击步履之。勿促山时，则飞燕同啄焉。又径流沙河，河中有水晶山，峭壁插天际，四面银彻，四无所隔。又有隘，可容单车。二龙交角，对口保守之。过者先拜龙，龙许过，则口角自开。龙色白，鳞裂皆如金然。僧言：土中立十八寒树矣。离西土者只有二人，至中国仅存其二。西土传中国名山寺，一泰山，一华山，一五台，一洛迦也。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、观音、文殊游生，能至其处，则身便是佛，长生不死。听其所言状，亦犹是人之目西土也。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，各述所有，当彼相视失效，两免跋涉矣。